今天全员集合了，子孙满堂啊！你现在先看一下这个颜值，这可以说是全国最屌的颜值在这边。好，好，先从这边开始，杨这边开过来，看过来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看过来，再看过来，看，哎呦，这个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，镜头呢？哎。他俩想到的新游戏，真的？我这个游戏是这个应该算是原创的，全国首创，叫做《自助决定战之粘土接龙挑战赛》。这个其实以前玩过，算什么？不是全国首创，粘土哎！我还可以跟你讲说是哪谁的节目？谁的节目？哪个的节目？哇！对，没错没错，捏粘土哦！对啊，人家以前做过啊。有啦，有不同，它这个粘土颜色比较多。我是彩色的。昨天呢，杰宇来跟我说，哎，明天有一个置入，太临时了，我放不进来。这么玩这个游戏怎么弄？如果等一下我们六位主持人对不对，得分超过一半，就是答对四题就 OK。啊，如果是三题的话，这个案子你就自己处理，好不好？来，计时开始，15秒。很屌，方向正确，聪明，好想上学。什么？来，猜猜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皮卡丘加奈德。方向对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给一个提示，不能提示，非常明显，全国都会说你这不行，可是他听不懂。高大哥。高大哥。如果你是。他说可达鸭不是，来，请公布正确答案。答案是台哥，那个是真的是最屌的啦，台哥。火焰鸟快啊，很像吗？啊，很像。杰瑞，你这样会不会有点紧张？对不起，杰瑞哭。啊！为什么喷水？他流汗，喷水，他流汗。我第一次看汗从头发里面冒出来，真的紧张。很冷的。如果退单，那就要自己付钱。咦，时间到，行不行？很屌。哦。等到，等到，到底什么东西那么有趣啊？来猜是什么？这太简单了吧。你现在答错就屌了。不可能答错啊，这太屌了。来，请说。超级赛亚人。恭喜答对。该不会是可以自入了吧？恭喜杰米渡过难关，真面堂自入，来字卡上下。哎呦，阿尊师，真面堂的快又很好，哎呦，你好，阿尊师，谢谢，阿尊师谢，感恩，这是辣的嘛？他是专门来煮东西给我们吃，怎么这样？对，豆瓣酱，怎么样？嗯，是不是浓郁，好面配好酱，所以它这个辣味哦，刚刚好，恰到好处。嗯，来，让你给你一个机会，形容一下口感，你可不可以吃小口一点？你是怎样？太好吃了！你吃太大口了。配蛋很好吃。阿丽亚说配蛋很好吃 ，Q 弹。然后没有很厚，没有很细。刚刚好。刚刚好。球都硬 ，Q 弹面体，酱又好。阿哥，你这个需要快把它干光嘞。酱会很浓厚哎。所以你还要讲什么口感？嗯，我吃成这样子还有什么好讲口感？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吧？何时开放深度会员买温央布抱枕盘？哎，我之前讲过了，我先出一款抱枕，我的抱枕大概有6万个，不是6万个是一定要1.70米×3公分，就是我的实体的身高，1:1，一点都不作假。我是有点太 old fashion， 你要出这些新的东西，出人家没有出过的，你出那种联名火种。哈哈，那大家那边就好了，把你烧了，听不讲，来，继续。